羽神 Vivian 徐若瑄产后肌瘦超过15公斤，苗条的身形甚至比产前有过之无不及。付出为高档珠宝代言的她表示，运动是瘦身的不二法门，一周6天搭配复健与跑步，健康产肉非梦事。真正健康的瘦下来，你的肌力必须超过你的脂肪，不然你很快瘦下来，你的皮会松松的，而且你的肌肉不够，你又很容易会受伤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没有捷径，就是必须运动，所以我一个礼拜运动6天，其实是7天，因为礼拜天我会去滑直排轮。谈到爱子小 V 宝，徐若瑄可是满脸幸福，就连运动都不忘跟小情人黏踢踢。尽管为了宝宝总是睡不饱，但这位辣妈还是乐在其中，甚至透露不排除再拼一个。你觉得带小孩最累的地方在哪里啊？睡眠不足。人家是7坐8爬嘛，他其实4翻5爬7站，因为他就是很好动，他没有办法静静的坐在那边。那你敢生第二胎吗？好辛苦。我 OK 啊，我不怕辛苦、啊。所以你还想再生？我不怕辛苦。有这个计划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，先休息一下。虽然有了孩子，不过 Vivian 娇羞的说，比起儿子，其实老公还是比较爱她，也支持她付出全力拼事业。不过现阶段她仍会以家庭为重，一个月不会排超过14天工作，给孩子的幸福多留点时间。中央社记者洪荒君台北报道。